这一筐是2000枚，这一锅是3筐，每天光这一个锅的话，产能就是在5锅，一天的话能烤个1万斤，1万斤是7万枚。这只是他们平常一天的量啊，高峰的时候一天要卖到20万枚。这个就是用微山湖麻鸭下的蛋做出来的，每一颗都是流油的。它这个蛋黄部分吃起来啊，绵绵的、沙沙的，非常的有口感啊，绝对是鸭蛋中的爱马仕啊。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。各种香味融合在一起啊，所以喜欢吃鸭蛋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微山湖烤鸭蛋。